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5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把《地球崛起》系列呢这一波的最后一款玩具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从《围城》系列开始呢，每一波呢，在 Deluxe 等级呢，都会出现一个可以拆解拼装式的变形金刚。那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呢，每次呢，都把它们放到最后一个呢。才来做一个开箱分享。那我个人对这一种拔叉变形的玩具的话呢，是属于比较不会那么感高度兴趣的，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开箱来的话呢，都会做得比较慢。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可以说是从围城系列以来的这个猛攻啊，这个六枪啊这些家伙以来的话，这一款应该是我目前吧觉得最不推荐的一个啊。单纯的话呢，是它的一个第一，它的一个空洞的部分啊，是最为明显的一个。再来是它的一个他们官方设赋予它的两个形象啊，一个是一个越野的一个六轮车辆，还有一个是这个 Thailand Spear 暴君之矛。那没有想到说暴君之矛的话呢，它的胸口这一块部件呢是没有参与变形的，也就是说它会多出一块的零件。那这个，而且这个泰坦，这个 Thailand Spear 这暴君之矛的话呢，还要搭配他们这个泰坦级的萨克巨人，啊，其实应该是黑萨克巨人啊，但是呢，玩具目前也没有推出黑萨克巨人啊，也就是说呢，这一款的话呢，就，以不是横向或纵向来看啊，我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值得去提早入的啊，甚至你可以跳过这款玩具啊，以各方面来说的话呢啊。那当然的话呢，从盒子的正面来看呢，它的一个架势是很好的啊，这个腿部的形状、头型、胸型啊，颇有经典系列 Deluxe 等级的一个钢索的感觉。那本来对它期待度很高，那它的价格呢，一开始的一个价位来讲标的也还不错，但很快就开高走低啊，非常非常跌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啊，这个也一再的证明说大家还是买东西还是比较理智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是一个狂派的家伙啊，那萨克巨人的护卫兵头部的话呢是一个左右旋转的关节，不是球关，无法上下动。那可动度的话呢倒是很好。那这个手臂啊，这个插拔的部分呢，你可以插在上下有两个洞啊，看你喜欢安插哪一个啊。其实插在上面这个洞的话呢，可动的一个幅度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就是整个一个肩膀会比较下垂，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就端看你个人的喜好，你喜欢这个仓上面还是下面这两个洞啊。那么它的一个手臂的话呢，手上呢有一个像是这个手炮的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拿下来的。拿下来之后的话呢，是其实是它是一个拇指的一个刻画，也就是说呢，它还是有分左右手之分的。那么呢，按照它的一个合会上啊，好像这个手炮呢是可以安插在肩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扣上去之后的话，是我这个手扣在这里的话，感觉还可以啊，基本上是可以扣得上的。但是呢，我的话呢，这边的这个洞的话呢，就感觉是比较大，扣这个的话就感觉很明显，感觉松动了不少。两侧的一个这个弓插的话呢，算的没有说非常的好，以及各位可以看到，它后面还有多了一块的这个零件。这块零件的话呢，你呢当然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把小刀啊，握在手上啊，也是没有问题。或者是你有其他的安排打算，你握在这，当然扣上面是表示是比较蠢了啊，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的话呢，还是把它给背在后面好了啊。那么它的一个腰身的话呢，当然是可以转动，脚的话前后踢没有问题。那么由于变形的需要，整个小腿后面是空的，所以弯到了一个90度呢是没有问题的啊。你要让这个家伙呢做一个完全跪下的一个动作呢，是一点的难度都没有的。这个是跪洗衣板啊，像洗门风对不对？以前有这种传说啊。那它的一个背后的话呢，有一块一个背包，那这个背包的造型呢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感觉是一个飞行背包的一个样子。那身上的话呢，就你看到这一集啊，这样拍啊，一直有这个哗啷哗啷哗啷的声音啊，这个六个轮子的话呢，在滚动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那没有铆钉，但是它的滚动性绝对是这几年的官方的玩具里头算是排得上前几名。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啊。我们先的话呢，把它呢变形成一个六轮那个越野的一个装甲车吧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后面的这背包给取下来，这个地方给解开。然后呢，是把这个胸口跟下面这两个地方做一个分开。那分开的时候呢，是我的做法是从这个地方往后面推啊，
我们稍微扭一下啊，这个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打开。那这个地方的一个结合是比较刁钻一点啊，比较刁钻一点，扣上去就很简单，但拔出来的话呢是有点难分难舍啊。那它的一个内部的话呢是这块部件，如果你要的话是可以把它给抠出来的啊，但是这个抠出来呢不是那么简单啊。这个的话我们赶紧先把它给抠出来了，看到这个形状啊，各位也可以理解到这是一个组合一个其他部件用的啊。我这个手是沾到了这个今天去外面工作的关系，擦到一些东西啊，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个脏污啊，请各位不要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地方分开啊，先将这个部件呢啊，先把这个腿啊，这是一个结合的一个本体啊。首先的话，你必须把这个部件往上翻，翻上来之后，这个凸的话呢会跑到上面来，再来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由下往上翻折过来，将大腿呢完全的塞到小腿内侧去。然后鞋尖的部分呢是刚好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可以这样子把它给抠进去，这也是一样的啊，完全的把这个腿给收进去，然后呢前后啊做一个简单的结合。那么呢这是它的一个底盘的部分，那它这个底盘的一个滚动性呢可以说是好到一个令人发指的一个好啊。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由前后啊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对调，再将这个二头肌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旋转啊，这个只是为了方便造型的好看，我们把这个头胶的部分呢啊放到下方去。这个部件你可以翻出来，你也可以收进去了啊，你就知道口上扣起来之后呢，你后面不结合的话呢就是把它给收进去好了。然后这个胸口这个部分啊，这里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啊，这个呢也是看上去就非常简单的，将它给扣上去。然后呢这个脸的话呢记得一定要给翻到这个部分，为什么一定要翻呢，这个呢后面呢再给各位做一个解说。那这里的结合的话有四个卡扣啊，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处两处，这里有两个凸，一处两处的凸，那对应后面这里的话还有两个凸啊，一共是四个凸凹的一个结合。从这个地方呢，从上方这里把它给扣上去，我们将它给对齐一下啊，这个地方呢把它给对齐好，也可以从后方先对齐吧，很奇怪怎么突然靠的不太准的感觉啊。OK 扣上去了啊，这里扣上了，后面也扣上了，全部都给扣上去了。那这个手臂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弱点啊，就是说它这个是没有一个卡扣啊，包括后面也是一样，完全是靠它的一个松紧度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支撑。我们这个两侧好像高度没一样高啊，把它压下去，高度不一样高呢就表示这个大腿的内侧呢是没有收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没有收到底。那这个的话呢手臂就是按照它的一个两侧就调整一个，尽量把它调到一个水平的一个高度吧。那最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啊扣到后面去的时候呢，请记得呢是把这个，你看到这边是一个圆形的孔，那这边是一个长方形的孔，长方形的孔呢是要朝上的，这个呢是因为呢这个设计上呢它后面的多了这一块呢，如果你拥有之前这个泰坦回归系列的这个人头的话呢啊是要给这个凸去做一个结合的啊。这个号称是多了一个设计，但其实它这个位置显然是非常的远啊，这个但是你只能说好吧，有吧，它就是反正有这个设计，而且盒子的背后呢确实也是有这么样一个这个两只手，你在空中，我不知道你空中你到底抓着什么，抓着什么在动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叫空干吧。然后呢这个滚动性刚才已经提过了啊，非常的良好。那么呢这个背后的造型如此这般，其实是有那么一点这个角度可能还行吧，有点科幻的感觉，灰色是还行，但是这个橘色是显然是有点让人觉得出戏啊，就山寨的感觉是明显的变强了。那它的一个一体性是很好的。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 Titan Spear， 就是一个暴君之矛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这个首先的话呢将它整个呢给做一个大部的分解啊，整个都要做一个大部的分解。那这个地方要从这翻开啊，都翻开了啊，这个啊这块部件在 Titan Spear 的时候呢，这块部件是完全没有用上的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扣分点啊，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啊。这个先把它给整个给脚给打开啊，这个脚给打开，甚至把这个腿给拔出来啊，整个将它给全部的一个分解开来。好的，分解开来，那分解开来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呢是将它恢复成原来的一个样子。好，
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为什么我又把它拼凑起来呢？anyway， 反正呢它这个就是两只腿啊，这样的。然后这两侧脚掌是要打开的，打开之后的话呢也维持这个形象，或者是也应该是这个形象吧，也可以吧，转这样好，对，这样转成是一个平面。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部件，这是唯一需要做到一个真正的变形的位置，就是把这个部件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就做一个结合，那结合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这里是有一个缝，在这里有一个缝，它就是要对应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缝要把它扣进去。实际上你只要对这个两个主要的一个凸根凹，只要这两个凸根凹对进去的话呢，原则上也就是差不多啊，虽不重亦不远矣了。今天的话呢喉咙已经有点不太舒服啊，所以我就是讲话的一个就是尽可能用一个平稳压抑的一个，不要刺激我喉咙咳嗽的一个状况。好，扣上去。再来的话呢，它的一个前方这里有个洞，这个洞呢就是把这个枪尖这个部分呢给放上去啊，枪尖啊，不是墙啊，是枪尖啊，这里扣上去。好的，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手臂的部分呢从这个地方给组合上去，这里也是一样的组合上去。那么呢这个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一次这个地球崛起系列的这个，我把这个镜头调整成 OK 原本的一个焦段。这个长度的话呢大概跟我的这个差不多长啊，小腿一样啊，大概30多公分吧。然后呢这个可以给萨克巨人来做一个持有，其实萨克巨人我有入啊，但是呢就是时间不够啊，一直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很多余的时间给各位拍摄。那它这个毛呢这个缺点是比较多的啊，首先的话是它这个结构是绝对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前方还好，后面这个地方你看啊，这个根本是软鞭啊，这个已经是鞭子的一个形象。这个原本手部有的关节啊是一样是有余吧，没有任何的一个锁扣啊，所以它的这个握上去的话，这个是显然是年纪有点大的一把枪啊。那这个前方的造型的话两侧不同啊，那这个我就不计较了啊。另外一个缺点则是有一块部件居然没有参与到一个变形啊，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呢这一款的这款玩具叫捷径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一款玩具呢我个人不是那么推荐的一个原因嘛。各方面来看啊，不管是直向还是这个横向的对比来说，它自己的一个缺点不少，而且你这个形态你没有搭配萨克巨人的话也是没有用的。那唯一还能够稍微说一下嘴的就是这个载具的这个六轮的越野车啊，如果你觉得拔叉并行变成一台越野车你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再说吧。当然它本身也可以完全拆开变成其他这个 Deluxe 等级或是 Voyage Class 等级身上的一个装备武器啊，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加分点的话呢，那当然也是可以给它再增加一点点购买的一个性价比吧。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